运动员踢出任意球，裁判员摆球。在比赛开始前，提醒一下场内所有运动员，请将你的手机调整为静音或者关闭状态。运动员手机发出声响，第一次判犯规，第二次判不一局，以及累累。在场内任何地方不允许吸烟，谢谢合作。欢迎大家来到东百集团最夜城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男女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附加赛1-5组第9、第10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文飞，运动员王珂、王金坤。四号台裁判员陈森瑞，运动员赵喜明、熊诗妍。六号台裁判员
高英敏运动员马特徐航。九号台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王小倩、梁许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刘鑫、寇燕琪。十三号台裁判员张美璇，运动员朱晨、高林浩。十五号台裁判员傅一冉，运动员金松、王玉恒。TV 台裁判员魏思，记录裁判员张毅、侯云博，运动员赵丽颖、陆秋薇。现在才开始。